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苏州是个啥地方？各位观众，苏州个数字哪是要发个呢？不是减小，繁体字呢？上头一个差字头，左面一点五、嗯，右面一个五，拼起来就是一个苏。人家派的苏州个数字，实质上差字头是代表山”、“红”，代表上吴国峰等张家。 五代、嗯、表四，所以，我们苏州这块地方叫远山远水，五谷丰登，六畜兴旺，人杰地灵。所以，我们称为叫上有天堂，称为叫天堂。但是，你到现在苏州以前啥辰光叫苏州呢？以前不这在叫苏州。再者，苏州叫洪。各位听众，你到到各地去散步啊。 到公安口有一个牌坊，牌坊浪向有四个字，这个四个字叫叫“龟湖神崖”。龟呢，上边个叫“居”字个居”，但是古文浪向读“龟”。红现在读“红”，可以提“踢红”，但是我们老苏州呢，大家晓得不读“多红”的？多少？读“五”。为啥读“五”呢？哎呀，我举个例子吧。过去我们苏州讲啥“五幺”。 现在我们就一点高，还是到五个。罗达，格点高，南面呢，拉拉进得了，北面呢，拉拉西中市，王记方家看格点介绍，口天红，一百人现在到红七坊，发，来十五岁到五七方到五是个。南面你有个油，松林镇啥个油，五岗油到五，样我们个老师。 过去设频，我给大家五斤肉。以前呢，来苏州在害的五军肉。所以你先生会放血队了。这人家科技之后喊我五军肉，五斤肉。人家听不清赏，喊的五斤肉，五斤肉的。那么，何时啥辰光开始的呢？何时在这离开今朝要三千两百年前的各位，阿拉四个是无锡。啊 有一个镇，这个镇叫美村。美村边上有一座山，这座山叫红山。四个镇举行了隆重的红文化节。观摩到，根据百大浪向口啊，我不得了，有十九个国家，二十个，凡是姓胡的各种亲属团体全部到位。五大洲四大洋。 过去的祖宗来祭奠了，祭奠啥人？胡太白。那么大家也明着呢，光是半年，你讲的好有的，啊，一些什么胡须的太白，那么你收罪呢？哎，不位，收罪还有一个太白面，你到大石路上去看。来拉中等边上头啊，高开的鱼肉香。 格种像啥人是苏州个湖国开天辟地的人叫湖塘八，那、这个故事那苏州很多。干家的呢，来了了湖塘街有一只面叫汤八面。了了去年个四个月份，苏州办了一篇文章。搿篇文章小个人介绍叫啥叫吴一平。你是啥东阳人呢？你是汤八的子孙。最近我去朋友里。 李大哥讲，李大哥呀，原来就是个口个在塔巴面面族，窝里向那个家谱拿出来以后，是塔巴第一百十一代子孙。李红玉政府啊，现在个在塔巴面变成工弄农贸子啊？你想想看呢？那祖总跟那李乡要头大个支碌碌阿里里,里困了一的，这个不理解，所以后玉政府要重视沟通。 不能忘记祖宗，的确，所以带来了我们有关方面的重视。现在已经作为实施工程。去年，搿只农贸市场已经拆迁了。现在我们再去看看呢。那各位啊，我们这批人跑下来，已经弄围墙围起来了，准备要重新修复。另外呢，老了我们的古江路三木村啊，开头为一只庙，搿只庙叫仰王庙。 为啥叫娘王灭？他把谁娘王。所以有人讲起啊，说罪名。话啊，那是说十国那个老祖宗啥人？我们那个老祖宗了，光羽书里向，高举公奉的，谁叫三王奏事？我这两个老先生，我说,我说啥叫啥三王奏事？有两个当我讲说，三王奏事，三王奏事，谁是讲了他爸。”这以你平台打他有一头按钮。于 如今只要讲那个平台打鸳鸯嘛，大家晓得平台平台顶多个特点是啥？讲个女味，啥个爱好？苏州爱好，苏州我还听。苏州啥个特点？特点四个字：红浓欧女。哎，苏州人讲闲话，还、嗯、听得不得了。特别女先人，哦，你去听听看，好当里讲。 有两个新娘讲，刚说这话，那个声音就是调，个音色发出来，滴滴滴滴滴滴，嘹亮音声，好听。但是这个说这话呢，有两个农村哥讲的我村的呢，稍微有点娘娘腔，那个我还有体会。比方说，我出差到北京去，人家长着两个耳朵，你到边上听见，咱是不方便话。老张啊，呃，老李啊，你好啊，嗯，你干什么了？这声音我听上来。 等到两岸的惠州来一带收税，火车站出来上公共汽车，边得上一个男子和大丈夫了。嘿嘿，下头一站不是他担子，哎哟，我听见是后面要拾起来子。嘿嘿，个男人了，讲得儿子一点点大，一点点娘娘腔。但是哎，我说错了，收税我真的还听。收税称为啥个方言？豪方言，豪方言的范围各位，我们豪国并不限。收税这个中心。 红是包括啥地方？根据我资料上向说来，红的范围相当大。但南大军事，西望的要到南京过去的，南望的在浙江方面，北望的呢南通的这块浪向，东望的要到海边边上，包括西部的上海。浙江方面是红最高新，整个这块底部统称江红。那么语音呢？ 豫剧红女，中国有八大女戏，所谓叫八大女戏嘛，红女、湘女、越女、闽女、闽女呢分闽北、闽南，还有普通哎话，还有歌女、讲西哎话，还有客家女。所以讲，我们的女味是非常丰富。那么讲的苏州哎话的红女啊，各位啊，其实无山人、常州人。 常州人张高刚，上海谁是红绿？但是你比接一下口，哪个最好听？我举个例子啊，三个字，不妨碍我叫你、我、他。你说最近哪讲法？常州人哪讲法的？常州人，常州人的你哪难讲啊，叫你国；我呢叫我国，他呢叫大国。 所以一个，上州人讲起来，你我他了，就是你国、我国、大国。无锡人呢，无锡人简单着，你介绍叫你，我们呢叫我,我，他呢叫他，你我他。那么上海人呢，上海人大家晓得，你介绍叫侬，侬哪能侬好吧、啊，我们呢叫我，没叫阿拉。 阿拉、啊、上海人，我是上海人，我他呢，他呢叫李，伊哪能了？哎呀，伊出去了。所以上海人你我他侬我伊，毛不规矩呢。张若张高刚，你多难讲法？你我他三个字，你张若口音叫难难哪难，你我们呢叫恶恶的是干呢恶，他呢他叫改。 所以上海话，我、um，你我他叫男二给说，组我呢？说，组我的你，难读法叫奈，你难了，Meow Ninja Princeton. 你。我呢叫欧欧，他呢他叫你”。所以说，组我，你我他叫奈欧李。好了。 我们来比较一下，同是何方言？这块是土浪乡，刚出来闲话，侬闲话最好听，苏浙话最好听。讲一方是土，养一方人啊。苏州的文化是非常历史悠久，文化的积淀是非常深。其他别讲，刚才你苏州的海话还是，最近大家晓得，但何方言白无了。哦，刚刚工作做得蛮好，如个英文再落来。 有人讲苏州话啊，啰嗦得不得了吧？苏州话该简洁的地方相当简洁。第一个的特点就是好听，简洁。比方说普通话，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八个字。苏州话呢，一是一，两是两，六个字，相差两个。普通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苏州话呢，眼开眼闭。 要三台四个字的了，普通业真不像话。四个字，真不像话。收据我两个字，保障两个字解决问题。普通业东西很多，四个字。收据我介绍叫二十。啥叫说儿子各个人家屋里想盖别墅为汽车，自个开公司盖高档，两个字儿子 普通业务办事干练四个字，收债业务叫上起两个字，普通业务成功啦三个字，收债业务呢成功了,成功了哪别的？一个字，啥个字？叫哪叫叫？哎，字体别的呢哈叫一个角字字写的成功了，如果多一个字不叫不叫么是不成功？所以刚才那个收债业务啦，确实理想啊迷的很浓。 而且手机有个营养生动，我、啊、举个例子啊，引用一种颜色汉字：红黄蓝白黑。红叫羞羞红，黄拉拉黄，蓝蓝兮兮，白兮兮白，黑么么黑。你到碧拢眼睛去想三口，这个叫营养叫生动啊。另外呢，我跟你说句人讲闲话啊，引用谁的？ 比方说啊，引用容个人轻微，介绍，叫骨头五百四两重，还是蛮有意思。骨头也五百四两重。引用容个人做事体匆匆忙忙，介绍呢？叫临时上街抽耳朵。临时上街，不是一定讲个叫上街子。抽耳朵，女三人一吃瓜子，临时上街子，哎呀，耳朵都阿分担了，做事体匆忙。 比方说，引用个种自作多情，苏州话介绍叫“千鼻眼不辣哈子口”，那个米眼做不哈子，哈子哪看得见呢？还有种话，神不马人不可貌相，苏州人讲啥叫“口套不像样”，但是个雕花匠啊，叫生动。为了，这个人啊，随便啥事体做得出，苏州话引用引用啥叫“奥斯多来尼”。 样样做不得出，好事多来你听听看。另外呢，引用这个人做事情认真，介绍叫“魔王盯了螺丝匠”。嘿嘿，为一种各有各个门路，苏翠英拍的叫“花有花路，好有好路”。为一句话，多次违背自个的诺言，刚子不守守，苏翠英介绍叫“勾搭四康发罪”。 呱！敲歌不对了，引用个，那还要七块个。介绍呢，数字我叫呱呱呱，语意七八节。不，今个数字我一直浪向，老糊涂进来这个腿。比方说，一介绍叫一百节，叫一拍拉，叫一落云，叫一架七叫一条线，叫一朵子，一眼眼，一面面，一 c c，一格子。 也无也一无风，一天涯；还有呢，一对大老手一磨吃一磨；一只五福香，两只五福为叮当；一个非以猪狗水一个非以癞痢头；还有呢，一地必是英雄后还有呢，一刻不为后子还有是一哭两磨三上点。今年的一啊我阿分讲是啊，反正苏州人引用的一字啦，确实叫英用写的，所以。 我们就讲到我们那个语言。为啥呢？刚只播你们一个语言，大家晓得，语言是那文字之前，在这嘛，我们就发声方法嘛，为之留下来有了文字嘛，文字后来发明。啥人发明的？发明文字的人，据说历史上像是讲，在这三皇五帝之一，皇帝边上有个大臣，这个大臣的名字叫仓颉。 所以，今朝呢，我就讲呢，好文化的讲述呢，就要讲讲我们这个蓝祖宗。就是要再说一下，再跟前有我们苏州到底哪一桩事情。古代呢，留下来有这样一碎事？搿碎事是刚刚叫大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禹商周，英勇欧霸闹春秋，顷刻兴亡古水，青史几行姓名。 不忘前人，天地后人收；识人龙争虎斗，搿谁是啥人写的是你苏州人，明代赫赫有名的文学家，写过三言两拍的作者，名字叫冯梦龙，是你苏州人。苏州人啊，确实，搿个杰出的存在那历史浪向是比比皆是。其他别讲。 苏这年代去看上牛也较好啊！你到油面锅里去看看，油面锅盖面，盖上板浪向看好了还。自从开口起事，开始开上牛，但开上牛结束啥辰光？啥辰光嘛？一九一一年，噶清代末年结束，宫中较好上牛啊！ 初步记载啊，大概一塌刮子，从三十开口起始到清系统结束，共中六百多个长牛，六百多个长牛。我们十五岁后就好，沙白狼看海了海，吃了十五岁的长牛五十四个。鼎鼎兴旺啥辰光？清朝，清朝大家晓得，从成书王第十关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。 整个有菊花上牛啊，共种一百零四个上牛，苏州人有句话，苏州人廿七个，要做到四分之一这样金，不得了啊！所以讲读书人来了收罪，苏州送坟送节啊，真是送节啊，一种受痛啊！所以我今再看到父母弄身上，心里想相当激动。 因为那个三两爬驴子不少，那、这个水词讲得相当深刻。这个水词开头一句就是“达得三皇五帝”，要讲到所最必须要讲到三皇五帝。三皇五帝说法蛮多，天王,王,王、地王、神王、天王、地王、太王，为了女娲、神农、伏羲等等七种说法。那么谁？ 要讲嘛，讲到无有无动，所以我们经常呢改一种，试一试。所谓天王、地王、神王嘛，说天王呢，你发明啥呢？天王你发明的是天官地主，这位叫天官地主。嘛，大家晓得。一句闲话，六十年风息人类之后，六十年拿来计时。天，天干，天干是为天干，甲乙丙丁，戊己庚辛，壬癸。 地基呢？地基嘛，产撑嘛，城市和卫生优先。哎，你讲的那天宫到地基搞起来了，可以延成工六十年一个循环。啥人发明,个发明的？据说就是天王发明的。还有一个呢？还有一个据说呢？三王当中呢？唯一个,个王是女王的，女娲。女娲大家晓得，女娲补天。根据资料上说来啊，据说这个女娲功劳大不得不得了。 年立场人虽是李昌然，唉、哎，还有这个种七情六欲，而且你会欢喜音乐女娃，另外还有一个人介绍，叫神农氏。根据材料上看下来，哦，神农氏个人不容易，难不容易？李开创了农业，种五谷。另外呢，李外到深山里向去采药，为了百姓治病。 再有，这个神农是哪哈死的呢？据说立到山里向寻着一种毒药，这个毒药叫毒上草。再有，你是上次的毒上草，毒上才会来特是未知行药，未知治病救人。神农是这样死。还有一种首饰，这三、个、王当中还有一个叫伏羲。伏羲大家晓得，现在高浪向呢就可可地摊上才有的，啥物事。一 八卦，所谓叫八卦，啥人发明的？就是，就是伏羲发明。乾坤更真，生离困难。这个呢，所谓天地之间，生在八卦之中。由于这个一些材料呢，是当时了了上古时期，上古时期嘛，文字记载很少，因此各有各的说法，有种大有的神话色彩，至于三王有七种说法。 那么，皇帝呢？刚才个皇帝才会叫帝。第一个最有名气的皇帝。我们现在经常讲“以王治身，以王治身”。以，谁是以帝？王，谁是皇帝？每逢清明节嘛，我们就要公祭，祭啥？祭黄帝陵，祭皇帝陵。这个皇帝，皇帝啊，在这。皇帝叫啥个名字呢？皇帝姓姬。 哪个鸡？女士背帮。我们过去有个老将，武将叫鸡棒飞，就是个鸡。为啥姓鸡啊？据说个皇帝呢，你养了啥地方呢？陕西有一条河，这条河叫鸡市，所以生于鸡市，故名姓鸡。你名字介绍呢？叫西游，鲁迅有一首诗叫《我以我血醉西游》。 西游啥个意思？代表中国，代表我这个国家，我以我学最西游。挨个是鲁迅先生代表自搞一种豪情壮志，利用两个字西游。所以皇帝呢，实质上讲，立阳了吉山，边上围一座山，搿座山叫啥？又叫仙游。所以这个名字也叫西游帝。三皇五帝嘛，五帝第一个是皇帝，第二个呢，第二个叫。 朱旭，朱旭呢，在会要七十年，非常长寿，治国有方，所以朱啊，在历史上称为第二代。第三代呢，叫帝扩，帝皇帝个帝，那哪要发个呢？上头这样活三子个活就是哪个字挪他，无他无一个啥，无一个干日个干，干什么干？ 这个叫“酷字”，第酷，第三、第四个呢？三皇五帝第四个呢？所以叫炎？炎，因为你封的地方称“党”，历史上也叫“党炎”。第二个呢，叫慎“圣”。圣呢，一个名字姓雨，也叫雨圣。毛泽东有首诗，这首诗介绍其中有一句叫“落雨人醉心甚也”。 那毛泽东的意思上呢，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在讲生产也是个不得了啊，大禹作为。生也就是三皇五帝再有两个。这那么追名我呢，刚子八年，当年侯文化侯大刚，大刚了我大，我们侯文化的老祖宗刚刚我讲到了，陶巴，陶巴啥二等养人啊，实质上讲陶巴不是受罪人，啥地方寿西几十年。 寿西祁山啦，挪到呢？寿西祁山，搿只方位呢？离开西游一百三十六公里，离开宝鸡七十公里。当中有一个游，搿个游叫祁山游。祁山油个游所在地呢？有一个镇叫凤鸣镇。祁山凤鸣，所以最近有一本戏叫奉命几《凤鸣祁山》。讲个啥事体啊？就是讲当时追封王,王、追武王、太翻生日，开辟追场。 其三，就是他把牛来养的地方，他把那个要叫啥名字呢？叫故宫大夫。刚刚才讲三皇五帝啊，三皇五帝时候去，那么另一个老祖宗少人呢，实际上故宫大夫网上再说了，另、这个、一个老祖宗就是皇帝最低位一个管农业的官。这个人的名字叫啥呢？叫侯吉。侯，西边一个侯吉。 好我木臂包，边浪向呢？上头一个底字，下头一个包，在我一个范文。现在你经常讲起来，所字刚生就是个字。这个人叫谁？后、哎、在呢？历史上向李水是刚刚三皇五帝当中有一个，就是我们刚才讲，帝克是李的儿子。据说李个出生啊，有点浪漫。后、哎、这个娘姓姜。 叫江牛，江牛么分结婚，分结婚哪能？四两两叫热，是离了有你知道了，大字的公平，清明节去上坟，祭祀。哪里晓得去上坟的辰光，看见洋啊，有一咋大的家印？那么三姑娘哭个的家人，不晓得哭个子家人啊，祭祀结束回到屋里，五百菊花人家都皮都出来了。 难为情，肚皮都出来些，哪容发呢？结果呢，所有怀胎一再分泌那么样子出来不大高血那、这个线路没不必要的呀。所以、这个家牛过上没难为情嘛，所以想挪个小妞头都特离，都带挪的，往高浪向多，路浪向，一种车，一种母女老公努力打打什么老的，叫啥奇怪。嘿,嘿。 格个小头啊，到了路浪乡下，牛马看见子的才会避开的。一口嘛，路浪发来，发来嘛，呢？哈，躲到树林里乡去。结果呢，将牛白纸个小头往树林里乡躲，不晓得要想躲到树林里，不那个羊水娘的吃特了么？嘿嘿，树林里向看见有那发三了，拉发矛盾，人实在都不够，没办法，再挪小头搬出来，总归扒了开么，没办法,法。 一笼特里一口鱼子，冰冰硬的天，河里向结好个冰，这个冰呢，辣辣吞下来个辰光，绿水挪个小路，望真河当中一块冰一放，让你冻死它吧。不晓得要让你冻死它了，嘿嘿，奇怪着。天朗向个鸟飞过来，鸟嘴里向孩子羽绒羽毛，大是就是挪个小路啊，回笼起来。哇 这个线头发不得所以一个将油的，最后一口门，路浪多特多不特，森林里向怪特怪不特，河里向神杀神不特，看上去龙不特的，那么难呢？白猪来努力养的吧？所以位水农山头白猪来起一个名字，这个名字叫啥呢？叫起。啥个起？放弃个起。一点一划，我对一只三角，在我对一划两边。起。 另一个大就是后集，哎，根据史料上记载啊，没以前上头有写，啥？是各个后集县都长大以后呢，有个定头个特点，啥个特点啊？里欢喜种菜、种花、种庄稼，特别欢喜种庄稼。但后来哪呢？就有啥嘞？里欢喜种庄稼没呢？各个地阔了，以觉着各个县能欢喜种庄稼？来当个分工农业。 所以，辣辣一本古书上，像《司马志》的《史记》上，向有一段记载。搿头啥个记载呢？就是记载搿个侯爵打大禹，禹大家晓得的，禹嘛，就是三皇五帝过后啊，我是第一个王，我禹嘛。大禹失事，因为当时光据说自然灾害很严重，搿个山洪爆发，哪还弄发呢？那么大禹想出来，为之失事，三顾家门而不入，出。 自个的窝里向十三年，根据史记上向个头文字啦，说大禹去实施，后继呢后继是帮助老百姓扶植助种庄稼，所以利来了。中国历史上称为叫啥农业之神。过去封建社会要祭后人，祭后者其实祭利。那么这个后者升级，因为利是基石下来的嘛。 以往的子孙们一代一代守到老到呢，守到的年纪代的辰光，这个子孙的名字就叫故宫大夫。当时辰光，故宫大夫啦熟悉，因为故宫大夫啦，这种干农业嘛是个行家里手嘛，因此连这个一块布落浪向干都不错。这个时代到啥个时代呢？三代。各位听众。 我们讲讲五千、嗯、年历史，我简单介绍一下：三皇五帝下来呢，随着火热，火热二下来商热，商热下来追热，追热嘛，包括春秋，包括战国了，侪属于追个范围。那么春秋战国结束嘛，秦始皇统一中国。秦始皇统一中国呢，你说不然？做啥嘛？因为秦王暴政。再问题是秦始皇功劳大不大？不得了，秦灭六国嘛。 统一中国，采取一个措施，废除了啥分封制，建立郡县制，废除了各个国家的货币在不同的。当时各个国，跟现在两样，过去国家只有一个，统一在了君天子下头，分外后两个国。因此，李统一了中国，以后，采取一个措施，统一文字，统一度量衡，还要郡县制等等。頓頓 一系列的措施，但是由于你保证得罪了老百姓，但最后呢哈，作业，赫赫有名的是皇帝，李登达统一中国，我看过史料上讲的，秦始皇在外一塌刮子十几年，在西了脑袋，西了了，我说去，哪位西门的去寻长生不老药？一方面的去寻日。 所以秦始皇死了外头，但是李斯特有个只位置是不少人嘛。再问题呢，李相守不了大儿子扶苏的，分析到旁边一道跟出去不相个小儿子，何为不是个么子？边上还有两个大臣，一个丞相李斯，一个他该啥个？三高的秘密谁来了抽干椅子？ 等到一旦一样开到甚至那哈么废特辅叔，当场杀掉你三儿子暗其的登基，暗其的登基嘛，好外是个毛用的黑心人，谁点子嘛有哪个用嘛不用？你是个傀儡，但在于那哈么，李史叔是儿是第二代啊，但再有大家晓得，再有一句老话叫“自若为魔”嘛。 子路外末发生了啥人身上？谁是你身下相？个事啊，个个就他们打哈啥人啊？我这老牵上来，门二是挨个上。门说挨个门老发呆。你可说子？门边上啥是木？其实或者是扎落叶。边上个大灯、几里炮、大家看，啊！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不是老是扎木。子、啊、路外膜所以十二日上的，一塌刮子两年。十二是两年，神圣无光，农民起义。 留下来,来呢，我也会维持一个阶段。二十等的 C 再上台呢？啥人呢？是胡适的儿子朱英，朱英上台四十七天，竟然灭亡，就是后高祖刘邦兵精气扬。所以呢，听众啊，新希望扣扣蛮力耶！十帝国是真正统一中国与我们大理收收的日家了，是十四年零四十七天。 留下来是后朝，后朝我们大家晓得，西后到东后三百多年历史。后朝留下来，中国就乱了，是了不魏晋、晋朝还三百多年历史。等到晋结束，格个辰光弱得不得了。弱至啥人统一个呢？当然是，隋文帝、杨坚，隋朝年少，不收？一百年要分部，留下来一唐，唐三百年，唐下来唐宋元明清。 所以，泱洋五千年历史啊，我们要讲到你宋朝，就关键到一点，啥是开辟了啥个辰光呢、啊？刚刚讲那个后晋的子孙，故宫李商人啊，历就是追杀在者称为叫追讨王。为啥叫李追讨王？因为故宫养三个儿子，兰都叫讨伯，兰一叫崇雍，兰三叫继烈。 由于故宫嘛，治理国家有方嘛，辣辣商代，你虽然是一个小个部落，辣辣寿司，这个部落落出兴旺，五谷丰登，老百姓丰衣足食，分析的引起了边浪向个说，这个说叫宋帝，宋帝呢是个雨落，这位叫雨木啦。雨木部落啦，有一等雨一等，天气寒个辰光，牛肉了羊肉了吃吃。恰恰 啊，平常买小鱼，叫他放放羊，放放牛，但是呢，碰上风雪灾，等到一遇再来的时候，可、那、灾、个。所以这个虫敌呢，经常要侵犯。当上人谁当呢？追逐。故宫的哪个追逐布置的蛮好嘛？那布置的蛮好嘛，历来当。一面呢，人家墓碑郎的民族。 经常冲来杀去，非常彪悍。那追着呢，追着种地的呀，坑坑地，打不过人家，所以打不过，没办法，没办法对扬、啊，对扬、啊、嘛，那可怕，那也上挪啥吧。那个个情况底下，种地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连着东次到追着来侵犯里头，结果没办法对扬、啊、了。所有的宝贝，要如果挪得起，也要抢个抢得起。 但格个辰光出过一桩事情，出过啥个事情呢？格宋帝一说啦，也来了，一要来侵犯追查。当时我追查了，罗他们首先有个地方，格个地方称为叫台。阿拉个台，格块地方呢相当好，不晓得宋帝要打得来了，故宫没办法了，打水底要开会了。说大家看看看，也打得来了，有啥个办法？结果呢，会议上向呢发表了三种意见。 第一种意见提出来，当，宁死不绝；第二种意见反当，现在中一打不工人搞，总归是刘德是还是坏，还是不如我坏。你就对俺们老单子，总归是个样。第二种就是行，不晓得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的辰光了，哎，所以下介绍有一个奴三哥打出来讲一句闲话，说阿爹，我想讲一句闲话。 哈哈，那故宫一抠没哟！三帮里想干三王里想少年们老三个儿子，老三叫姬烈，姬烈个儿子姬昌，嗯，是哪有啥个闲话？各位听众，姬昌少年呢？姬昌不祷告才晓得。中国历史老乡，赫赫有名，将来就是追文王，追着在这个开山劈山。 李瑞提出来了，说阿掉，既、啊、然你打不过人家，人家么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大概打来受伤不轻，头羊吧太大，打没打不过，地方大了，是不是这个？你就娘嘛，娘力多嘛，你到其他地方去发足菲律宾也该打，又到福建口中你该块风水宝地嘛，诶、哎，这狗官一听没，哦哟，不简单。 这个是要奴，搿两句闲话有分量，因此当日公时王故宫李秀讲了一句闲话，当时王讲句啥个闲话呢？那辰光差不多了，下一会继续。